这场寡守之间的供销大战打得有多激烈。这是刚刚结束的23年甲 A 联赛，由房颖慈迎战王承策。王承策他是被动的小球打法，现役的国甲二队。而房颖慈也是国家队的经历，不过已经退役了，逼迫对方退台后放起了短球。极限的正手反攻得分，房颖慈的正手拿掉结合，回出的弧线高了，被直接拍击。王承策也是1-7拿下了首局。弱点的前后调动，稍有机会一击得分。连续的正手爆冲，发球后的正手抢攻，攻消的结合，前后的调动后冲了一个防守大脚，极限的小球防御，把弧线控得很低。小球手的防守一般都是颗粒的胶皮。没有判断清楚旋转。对付这样的小球，非常需要耐心，能够判断不同来球的旋转。虽有旋转，但是弧线太高了，抓住半高的机会反攻得分。11-9，房颖慈拿下第二局。打起上旋球的对抗，还是房颖慈更居上风。小球手的反攻拯救的是出其不意，通过旋转节奏的变化逼迫对方失误。抓住机会反攻得分，正手的快带送到了对方的反攻线路，像这样的回合非常长士气。面对机会有些着急，没有扯住旋转，最后是房颖慈3-2赢下了对手。